品的佐助演示，是情报君发的第一版视频。在第一版发布几分钟之后，视频就被换成了这个决斗场背景的演示。这两版视频有三个不同点。第一个不同点是佐助的头像立绘改变了，第一版是鹰佐的头像，第二版是一个拔刀的立绘，可以参考一下新春佐助奥义图，它也有类似的拔刀动作。第二版视频的头像和佐助预抽卡的头像是一样的，说明这个拔刀头像应该是正式的立绘。第二个不同点是放二技能的图标增加了一个旋转动画，让二技能变得更加炫酷。第三个不同点是第二版视频出现了水冲波秘卷，但是我印象中佐助好像没怎么用过水遁忍术，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发弹幕补充。然后我们分析一下他的二技能，他的二技能可以释放两次，第一次很明显就是一个加剧土命，再次点击二技能应该就是释放天照炸翔了，可以参考一下亲女儿佐良娜的奥义效果，也是一个加剧土命然后天照炸开。他的一技能是一个虚佐骨架护体的图标，有点像究极风暴里面的反反技能，但也可能是类似幻之试炼绘土般的一个霸体骨架，感觉是一个霸体骨架然后伸出虚佐手臂来抓取敌人，可以还原捏住团战的剧情，但是目前根据图标只有一个骨架，有没有抓取还不能确定。奥义毫无疑问就是虚佐能呼惯了，就是虚佐能呼弯弓射大雕，如果参考究极风暴奥义第一段应该是有抓取效果的，我觉得他的一技能和奥义应该是其中一个有抓取，大家如果有补充可以发弹幕或者评论。祝福所有投币的小伙伴50抽招募虚佐佐助，如果欧皇了记得来还原。